议案提出，在压实地方主体责任的基础上，建议增加600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置换存量隐性债务，为便于操作，尽早发挥政策效用，新增债务限额全部安排为专项债务限额，一次报批，分3年实施。按此安排，2024年末，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限额将由29.52万亿元增加到35.52万亿元。议案已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，国务院财政部门将按程序尽早下达分地区的限额，地方政府将依法做好债券置换工作，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将依法做好监督工作。